谢谢谢。再凯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女人呐、啊，就跟这磨这个木头一样，要磨到，就是要十年磨一剑。嗯。所以说，女人要把她当木头一样的爱。嗯。不要说这个。嗯。不要说这个。那个，我知道你爸爸在说什么，哎，你们可能都听不懂。你爸爸的意思是说，女人就是要像这个木头这样子。要多多的磨练哈，磨练，对，磨练力量啊。像你啊，依琳，你阅历很多，看很多人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生活很多姿多彩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那这样好啊。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跟我弟交往的话，也会算是一种磨练哦。哎呀，啊，你看他现在这个腮边，像他这种个性，你要是能接受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磨练。哎，这样我会佩服你。来帮忙收拾一个妖孽，高嘉玉。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嗯，吃饭，吃饭。那个，我觉得依琳跟我们家凯个性蛮像的，应该蛮多话题可以聊的，可以先聊聊看嘛。嗯，先聊相处相处看看嘛。我是觉得多交一个朋友也不是坏事嘛。对。那、你觉得呢？啊。哦。我觉得。我现在的生活就蛮好的了，我也对磨木头没有什么兴趣。那个嘉凯，多交一个朋友嘛，而且依琳刚从国外回来，你带她四处看一看啊，两个人多交往，多交往就会互相了解。你就不要这样勉强嘛，也不要让人家勉强。我不勉强啊。哦，我就觉得交个朋友而已嘛，我个性比较直接啊，就不用有压力啊。既然你比较直接，那我也坦白，就是我本来以为今天来吃饭是家庭聚餐，我妈也没有跟我说要认识什么新对象，我现在也没有打算认识新对象，我也不太需要新朋友，对木头也没什么兴趣。哎，不是，是这样了。今天很临时，我突然打电话给他，我也没有讲清楚今天要做什么，所以他没有心理准备。其实我们嘉凯自己也常常在说，哎呀，都没有女朋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家哈。我哪有这样讲？嘉凯，这样子，先认识一下的嘛，先交往交往，也许。就十年磨一剑就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磨。我怎么觉得我家的鸭子又上架，怎么着什么急呀？好，我着急，我太着急了。吃饭吧。妈。啊。卖呀。什么卖？什么？卖公鸡问卖哦。不是公鸡问卖，是起码鸡问未卖。很赖，哎，刘叔叔说的对了，当个好朋友而已嘛，吃饭。